想盖被子，我好冷，我想盖被子叫我。边浪浪大作战第二天终于愿意吃罐头了。周边大作战第八天已经开始好奇屋内的环境。周边大作战第十六天已经愿意给人类摸摸了。周边大作战第
第十八天，今天来吃饭时，他好像受伤了，一直在喘气，右边大作战。第二十天，成功收编，他们的关系已经融洽到可以互相礼貌了。看看他一脸很享受的样子，或许这是他一直渴望的温暖。你这样子要人家怎么认真上班呢、啊、他一直叫你。大家好，